小鱼起死回生案例。2021年1月14日上午8点多钟，我发现鱼飘在鱼缸的水面上，我第一反应完了，鱼死了。但是我到跟前一看，鱼嘴和鳃微弱的在动。我立即从鱼缸里将鱼捞出，放在水盆里，然后撒上姜粉。过五分钟左右，我一看鱼没有了反应，鱼张着不动了，鳃也不动了。我就急忙把鱼捞出来，把姜粉往鱼嘴里塞，把鱼鳃撬开小缝，往里抹姜粉，还有鱼身上都抹上了姜粉，然后又放回盆里，就这样反复多次。在中午的时候，奇迹就出现了，鱼自己会动了，但体力不支，游一会儿就又飘在水面。但这个时候鱼鳃和嘴都能动了，能大口喘气儿了。我又继续反复多次喂姜粉，直到晚上鱼就能正常在鱼缸里游了。我再想喂姜粉喂不了了，因为我根本抓不到它了，它完全好了。感恩张昭汉医师发明原始点，感恩原始点学长的指导。